呢一個單位就係全部都係全海景嘅一個樓盤嚟噶，所以景觀面真係好正。哇！個露台好靚景喎，全海景喎。哇！個主人房唔單止咁大間，仲有咧咁靚嘅景觀，哇！真係同住喺外國咧冇分別啊！V 家零首期特輯馬上開始。V 家零首期 ，V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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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零首期特輯 ，V 家零首期。V 家八分鐘睇筍盤，我係灣區博士沈永年，我係 V 家 Gordon。嗱 ，Gordon 最近咧好多華僑翻嚟買樓啊，其實我真係想知喺珠海咧最多人揀緊樓盤係邊一個呢？博士咁肯定要嚟睇呢一個盤㗎啦。哇，海好靚喎，全海景喎，點解呢？嗱，就好似頭先所講嘅，呢一個單位就係全部都係全海景嘅一個樓盤嚟㗎，所以景觀面真係好正，而且地理位置又好方便喎。從呢度咧翻翻去港珠澳大橋嘅關口，都係講緊二十分鐘以內就可以到達。然後咧旁邊就有一條金海大橋，可以直達到橫琴嘅咯，都係講緊十五分鐘。所以話佢交通真係非常方便㗎。我仲望到咧呢個咧港珠澳大橋嘅延長線添喎，係啊，咁翻香港都快啦。如果咁樣，冇錯。喂，我唔講咁多，帶我睇樓啊。好啊。哇！個露台好靚景喎，全海景喎。嗱，博士，所以點解咁多華僑選擇呢度呢？真真正正係一線海景，完全係冇任何遮擋噶啦。下邊到時候就係金灣情侶路嘅公園，所以話唔會再有其他嘅漏洞出嚟噶。頭先我哋提到嘅金海大橋、港珠澳大橋延長線，全部就喺眼前，我哋可以望埋橫琴添啊！哇！咁個廳夠唔夠大先？肯定大噶啦。嗱，博士，呢一個就係136方嘅四房兩廳兩衞嘅結局，而且話佢整體嘅一個南北通對流，真係好正噶！真係正喎，係我最中嘅南北通啊，兩個露台，到時開咗露台門，啲風啊真係涼爽啊不得了，冷氣都唔使開啊，仲要唔使開燈添啊！哇，同埋最中意咧，我就係知過咧，哇，有呢個拉燙門嘅開放式廚房，你變一個房又得，開曬變一個哇一個中島又得。啱曬我啲華僑啊！哇，個主人房唔單止咁大間，仲有咧咁靚嘅景觀，哇！真係同住喺外國咧冇分別啊！博士，唔單單呢間主人房㗎，另外嘅話，成個單位係有三個房間都可以望到海景，然後呢邊嘅洗手間都可以望住一線海景，沖住涼睇海景，幾正！咁而家幾多錢先？博士，依家呢一個136方嘅單位真係大減價，540萬到590萬之間就去買低呢一間非常靚嘅單位噶啦。人民幣？冇錯。哇！即係人民幣包唔包裝修先？帶埋精裝修啊！哇！咁啊真係抵買喎。不過咁啊，我有啲華僑嘅客咧，但係咧佢又得閒入嚟度假啫，唔係長住喺度嘅，咁啊唔使咁大積。有冇細啲嘅單位先？肯定有啦，博士，即刻帶你去睇睇先。嗱，博士，呢一间咧就79方，三房两卫，哇，真系好实用噶呢一间。70几方可以做到三房两卫，哇，呢个即靓喎，而且仲有我最中意嘅厨房呢个拖拉门，系斑马嘅系嘛？全部都系胶标嚟噶，一样嘅。哇，仲有佢个露台一样系睇到海景，真真正正做到啊！真系细面积、使细钱住海景楼嘅一个梦想啊！靓。嗱，博士。除了頭先我哋睇到露台嘅海景之外咧，呢度三間房間間房都望正海景噶。哇，係喎，好靚喎！啊，我睇埋個主人房先。哇，個主人房個套廁都好大喎，有窗喎，真係非常之靚喎。係。哇，咁細色都咁靚，咩價錢先？呢一套真係性價比極高嘅。目前呢一間單位79方，總價講緊180萬起步㗎咋。嗱，其實啲哇價錢又吸引又靚嘅樓，其實大灣區好多城市都真係好多嘅。啊，咁啊，而家我哋有一個 V 家華僑嘅睇樓團 ，OK， 咁啊。
九日啊，咁啊九日咧帶大家去齊咧九個大灣區城市咧，每個城市我哋都會揀一啲優質嘅樓盤出嚟。咁當然啦，一定係咧阿哥頓知道咧最受歡迎華僑嘅嗰啲樓盤咧，會帶大家去睇。但係最緊要咧就係仲有美食啦，又有好玩啦。嗱，咁你知啦，博士拍咁多片，我哋成日啊好多個城市有好多美食啊，農家菜、温泉、浸埋温泉係嘛？咁啊帶大家咧吃喝玩樂啊，我哋就真係實行咧邊玩邊食邊投資嘅。唔單止喎，仲有啊，仲要帶埋大家咧係睇牙醫檢查牙齒，仲要睇埋各普及嘅中醫麻坑排脈。哇！真係，如果你係華僑翻嚟，一次性咧吃喝玩樂同埋檢查埋身體，哇！我真係咧史上首次嘅，真係嚇。嗱，趁而家咧大家假期咧過嚟過年咧，大家快啲咧打下邊嘅電話報名咯喎。咁我哋講緊兩人就可以成團，可以隨時出團嘅喎。快啲報名啦！